黑叔教你木虾狼耳必学的两个狼杆动作 ：Z 字小跳。首先将杆子上下摆动，另一手顺势转动，把手收线。狼完三至四下，收紧自线，停十至二十秒，等待卵丝攻击。Z 字小跳在水中为左右摆动，特别适合在浅场。单手二段大跳，先收紧自线，快速用力抬杆，不收线下压杆，再二次用力抬杆，揽完收自线，停十至二十秒，等待卵丝攻击。二段跳是模拟活虾受精后的跳动，可以刺激卵丝的攻击欲望，是黑叔最爱的动作。你学会了吗？黑叔祝大家趟趟有货不打龟。